华人在端午节喜欢划龙舟，但划龙舟不一定要在端午节啊。美国东岸地区的达奇斯，热爱亚洲文化的运动员，7月25号星期六将会举办上千人的龙舟赛与亚洲文化节，体验一场美好的夏日水上运动。外代外说啊，将会有24支的队伍参赛，岸上呢会有庆祝亚洲文化节，搭起大舞台来安排多种亚裔舞蹈表演，以及许多的亚洲美食和商品摊位，非常适合美国华人全家一起来同乐。那么除此之外，活动所有的收益会全部捐出来支持教育与癌症医疗研究，所以欢迎对活动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来上网查询。